只有4星地级。 方圆星长老刘同，你不是我的对手，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了。你的命运已经注定了，甚至整个方圆星上所有的人类，结局都是一样的。区区禽兽，竟敢偷袭守护长老，执法队就在附近星域，你就不怕？ 上一个星球的守护长老也说过这话，哼，你们人类只会说大话。同归于尽吧！ 这小豹子已有了智慧，会引诱敌人出手，甚至还想自爆伤人，奈何实力不足。感谢大人救命之恩，我乃桑元星守护长老刘同，不知道大人该如何称呼？啊，长老不必言谢，我叫刘星，是一名星际苦修者。刘星大人。 我们正在追捕一只造下无数杀业的金属兽。 恰好赶上此战，文峰队长，兽群的首领已经被这位星际苦修者流星大人斩杀了。星际苦修者，感谢流星杀死7星地级金属兽，你很强。你也是，文峰队长。此兽死前曾高声嘶吼，好像在传递某种消息，似有异常。嗯。
可惜那异象已逃，只有先将剩下这些兽群处理掉。刘星大人，这地级金属兽的晶核对修炼有极大注意，而他们的身体也是极为上乘的炼器材料。大人请。哎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拜见长老。正是这位刘星大人出手相助，桑元星才得以幸免于难。修养。刘星大人，谢谢你。你说早了。我还要送你一样礼物，等你收下之后再谢也不迟。地级金属兽，这是什么礼箱？是啊。竟然能扯到金属兽？刘星大人，谢谢。长老，这颗金核我送给修雅，日后你要助他修炼，这尸首就送给你了。刘星大人，我定竭尽所能。刘星大人，我会全力以赴的。好好努力。长老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能否去长老殿一叙？请。刘星大人，有事尽管吩咐。我想去十八地级试炼暗星修炼。刘星大人，你实力如此，却从未去过试炼暗星？敢问刘星大人可曾领取过身份星钻？我一直独自修炼，并未领取身份星钻，不知长老能否授予我桑渊星身份星钻？刘星大人，你如此实力，当真愿意接受我桑渊星的身份星钻，成为我桑渊星的人？是的，有劳长老了。大人稍等，验过身份之后就能授予你身份星钻了。这是何物？大人有所不知，圣星规定，第一次授予身份星钻必须经过金柱的检验。这是用来检验什么的？此物用来检验来人实力，判定等级和能量属性，甄别魔界之人的伪装，避免其混入暗星界。魔界的人为何要来我暗星界呢？因为十八地级试炼暗星是修炼最快的地方，不少魔道之人都想进入，前不久还有人想混入，被金柱甄别出来了。也不知道这金柱是按什么原理查探的。大人，我开始了。
是，竟然。长老，可有所不妥？敢问流星大人是多少星地级高手？长老为何出此疑问？流星大人，这金珠检验实力很是粗糙，地级只能区分出中高三等，而大人，高等地级，对吧？正是。这又有何可惊奇之处？流星大人，自从上一任金行军飞升之后，安心街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达到十五星地级的高手了，而您起码达到了十三星地级，故此让我惊异不已。你怎知暗星界多年不曾出现十五星地级的高手呢？流星大人，君主候选人要达到十五星地级，而金行宗一脉君主之位一直空缺，已经多年未出现十五星地级的高手了。流星大人，经过检验，您最起码也是十三星地级的高手，可否告知在下，大人到底有没有十五星地级？你就当我没有十五星地级好了。就当没有。如此说来，大人您可知，历史上不靠暗星就修炼到十六星地级的只有一位金行军，不靠暗星修炼到十五星地级的也屈指可数。没想到我刘同竟也有幸遇到，死而无憾呐。长老，我不想弄得天下皆知，所以还请你不要对外多说什么。啊，那是自然，我刘通保证一个字都不说出去。不过大人，您是我们桑元星的荣耀，您看要不要再给您配些人手，彰显彰显身份，也让外人知道您是我桑元星的人。您看修雅如何？要是不够，我再给您安排些人。长老，刚才不是才说了要低调吗？就不要搞这些了。啊，流星大人，稍等片刻，这金柱会将一些讯息融入身份星钻之中。流星大人，身份星钻已经做好了，只需要滴血认主即可。有劳长老了。啊，流星大人您客气了。长老，有了身份星钻，便可前往迷神殿入口了吗？流星大人想去迷神殿探索？嗯。要想去迷神殿，除了身份星钻之外，还要经历诸多考验，首先得抵达试炼圣星。试炼圣星？试炼圣星是前往试炼暗星的必经之地。啊，正好文峰队长回去复命，他可以带您一同前往。多谢文峰队长愿意为我带路。二位先接着聊，我去桑纳村一趟。刘星，你的实力足以让我揭开面具，为何没有响应召唤去圣星担任金行军？别说我了，文峰队长不是也没去吗？反而做了执法队的大队长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吗？金行军地位何等尊崇，只是天意使然，我刚刚突破十五星地级就赶往圣星，却不想已经有一位超级高手被定为了下一任金行军，所以便当了这执法队大队长。新一任金行军，方才刘通长老告诉我，这个位置已经空出许久了。桑元星地主偏僻，消息自然是滞后的。那新一任的金行军实力如何？非常强，此人成为金行军前已通过了十八星地级的试炼，也不知道十八星地级暗星内是否还有高手在潜心苦修。如此说来，此处判定实力倒也简单，比如那十八星地级试炼圣星，只要从中活着走出来，便是有了十八星地级的实力，当真是一朝成名天下知啊。
不知队长何时出发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地级金属兽来了，十星地级金属兽，是上次被你所杀的那只凶兽的哥哥，这次看来是找你寻仇的。还真有送上门的。刘星大人，您过去身为星际苦修者，没有传讯灵珠也就算了，如今您可是我们桑渊星的地级高手，如果我桑渊星遇到什么难处需要刘星大人帮忙，竟然人都找不到，岂不麻烦了？还望大人能顾念桑渊星的乡亲们，收下此物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收下了。刘星大人，您这就要走了吗？嗯，啊，长老，今后修雅的修炼还要劳你多多提点了。啊，大人所托，我自当竭尽全力。走吧。嗯。